大家好久不见。谢谢冰册悬赏的圣火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的喉咙没有比较好，我的喉咙有比较好。哎，等一下，我忘记拿我的杯子。好了，回来了，有点惨吗？现在这样，如果是有点惨的话，那前几天我真的不知道该说是什么，非常悲惨吗？已经度过最糟的状态 算是，但我完全真的一点都没有头绪，我的喉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算是感冒吗？可是它已经1个多礼拜了。今天礼拜几？礼拜二。对啊，他已经1个多礼拜了嘛。对啊，然后最后我去看医生，我最后没有去看医生，因为我就，最严重的期间应该是台风天那两天，然后 对，然后就真的太严重了，所以。可是又没有诊所，又都没有开，我打电话去都没有接，所以就是，没办法。然后后来是为什么？后来可能就开始忙，开始练舞，然后就也没有时间去看，然后就觉得说好像还好。最严重的时候还有到流鼻涕，但是我的喉咙是就是会这样沙哑的感觉，但是 都不会痛。也没有说吞咽会不舒服什么的都没有，所以，然后我也没有头痛发烧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还好，可能是小感冒。然后那时候有一阵子就是还有一点吃不出什么味道感觉，可能是鼻塞，也可能是就是感冒都这样，所以对，要好好休养。对啊，快5周年了，真的。放音乐。中午好。5周年前还有时间复原的，5周年前我也还有机会。这怎么讲？节食。谢谢欧比王送的缘分项链，谢谢苍苍送的水晶四叶草。我们来播音乐吧，我来吃我的午餐了。节食，对啊，因为我其实这主要是我们的问，我主要是我的问题啦，主要是我的问题，为什么？等一下，因为最近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说，自己好像有跳舞，好像有运动，然后吃东西就会比较没有控制，对不起，然后就会吃比较多，然后可能甜点啊什么的没有忌口，但是就发现，不行。不行，我的喉咙，它就是定期会这样。Hello，拜拜是什么啦？今天是平日还会有什么事？阿亨还会有什么事？不是暑假吗？原来是这样，对啊，就是要掌控一下。所以呢，这是我的健康餐。我昨天晚上。在兜粉的时候，就是什么时候？12点1点，我在兜粉的时候，我在煮东西，然后叫他们猜是什么料理，结果他们都高估我嘞。他们有人说什么炒饭啊，什么咖喱饭啊，还有什么，反正就是一堆我根本现在根本不可能煮出来的东西。
什么厨房不饱？好大碗，好大碗是因为底下都是菜，满满的菜，肉只有蛋酱一半，然后菜是全部都底下全部都是菜。我不小心洗太多，然后水饺我水饺那根本就不是，那根本就不能算一道料理好吗？因为那个就是丢下去，然后就等它浮起来就好了。你看我也会煮水饺，还以为是饭，没有，这里面没有饭，只有菜肉，然后蛋跟地瓜，就这样没了。以为是整碗饭，拜托，怎么可能？我都说要节食了，还整碗饭，怎么可能？笋头，那什么？没有啊，那个是地瓜。厨房没有烧焦，好久不见。但是我自己煮，然后我第一次煮，谢谢 Geek 送的幸运事业草原一颗星。还有行李箱，我自己煮，第一次自己煮肉，我以为它跟火锅肉片一样，就是你丢水滚了丢下去，然后很快就熟了。结果我突然想到，好像不太对，因为火锅肉片的话它是薄的，所以它很快就熟。那这个的话是不是要煮久一点？但是我不知道煮多久，所以我就煮一煮，然后觉得差不多，就把一块夹起来，然后拨开它中间。然后看，哦，好像还可以再煮一下，然后很烫欸，然后就再丢下去，然后煮，等一下，然后再夹一块起来，剥开，哦，好像再一下下好了，然后我就这样子，然后等到好像差不多了之后，确定都熟了，然后再把它全部捞起来，然后再剥成小块一小块。但是有点柴，你不要煮饭，那会煮脏啊！我家还有一盒芝麻汤圆在冷冻，但是我不会动它。最主要就是可以写直接试看有没有熟，但是它很烫。你看到这一碗会有食欲吗？真的吗？那也是不错啊，欢迎大家加入健康餐的行列。我刚才吃了一碗一模一样的东西，现在看到有点反胃。而且对，昨天我原本估计是没有人会猜到，因为我说一道料理，然后对，然后我又说是我明天中午可能会吃的东西，我想说应该不会有人猜到吧，就我可就猜到了。汤圆变成芝麻没有？芝麻汤圆在冷冻柜，汤圆在这里。但我觉得它真的该改名了，它现在好大一只哦。昨天我出来跑，欸，但它现在又不见了。但是下顿的时候晚餐就鸡胸肉沙拉菜蛋，那你可以复刻一下，这就是我跟你的缘分吧，缘分相遇。猜到了一道料理，黑暗料理，没有，不是黑暗料理。其实你当下正在用，也真的不可能那么同步吧？被嫌胖了？没有啊，只是你那天又跟我说什么，你又吃了四只团子，我就觉得，还有戒糖了没？我就说他最近有点。不小心失控了一点，所以我现在开始，也不是现在啊，昨天开始吧。我一定戒糖，这次是说到做到。我跟你说，我已经成功抵挡住一次诱惑了，因为妈妈昨天又买了 Coco， 好像是什么冰沙还是什么的，然后我什么时候，反正就是我回家的时候。我就看到桌上有三杯，他们正在喝，妈妈、弟弟、妹妹正在喝，然后我就说：“哎呦，我的妈！”他就说在冷冻库，然后我又先去量了一下体重，那 Oh my God， 不行，
然后我要戒糖，我妈就说，那你还是别喝了，我还是别喝了，所以我就成功抵挡了一次诱惑。Coco 的青茶还是不错喝的，怎么会呢？我不知道，我没有只喝过 Coco 的青茶，但我有喝过无糖珍珠绿吧。我也忘记我们喝过 Coco 的无糖珍珠绿，所以量多少，这怎么可能告诉你们呢？这我是不会说出去的。无糖邪教，你有全糖才邪教。妈妈会讲了量一下体重，然后就把数字报出来的，怎么可能？数字呢？不告诉你。对啦，全糖才邪教。还是喜欢白糖这种，还有无糖，对吧？要有无糖。体重多了60公斤，因为我心里多了个我。怎么可能？我才没有60公斤呢、欸。半糖才是正解，我不行，半糖不行。全糖才是正常人，怎么可能？有种好久没看到过的感觉，因为我停了一个礼拜，我的喉咙还行吗？听得出来有差吗？除了咳嗽以外，咀嚼是地瓜，微糖吗？微糖可以接受，有时候可以接受，什么时候呢？心血来潮的时候，但是大多都是无糖了。有啊，我变了。哦，好钱出现了欸，据说现在是半夜是吗？为什么全糖叫做正常甜度？那东西能叫正常吗？全糖根本就不是正常甜度，那一点都不正常。我变得更好看，好好 ，OK。停了一个礼拜，我停了一个礼拜，然后就月底了。那你停了一个礼拜不是我的问题。微糖派也没接受无糖，又不想太胖，因为我觉得光是珍珠热量就够了，所以选择无糖，选择牺牲掉的糖类。你要是两倍糖的荞麦面，刚好醒来就跟到有沟，呜、哦，刚好醒来也太巧了快点半糖，饮料里面就有甜的，不需要更甜。哦，半糖，饮料本来就有甜。我声音比想象中的好，虽然还是没多好。对啊，没有多好。哦，那个什么，就是我昨天说，我昨天是很行动派的，立刻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要减，然后就很立刻的，就是家里原本没有生菜，然后我就量完体重，觉得哦不行，我要回归到之前吃沙拉的日子。原本以为今天会是哑剧，如果我今天开3个小时到后面喉咙真的不行的话，那我就去弹钢琴了，我就去练琴。主播你好，请问你播到几点？我播到下午4点。结石表示捐血，听说 Gek 去捐血，然后那个头晕吗？还是什么？很严重是不是？点的饮料本来就有甜度，就不用太甜。哦，对，像那种什么黑糖珍珠啊，那些本来就有甜度了，那你还在加糖的话，如果假设你今天是点了一杯全糖的。什么黑糖珍珠鲜奶，然后黑糖珍珠本来就是有甜的，那你又变成全糖，那又更甜的，很可怕欸。沙拉配黑鱿鱼汁就变成什么沙完成干播，好，晚安，
拜拜。你看，昏倒摔在地板上，直接躺在人行道。Oh my god， 你还好吗？你有朋友跟你一起去吗？你会吐太多糖的话，我已经很久没有喝全糖的饮料，所以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朋友也是吃沙拉不加酱，阳春面不加肉燥，阳春面我也不加肉燥，吃沙拉我也不加酱，例如现在。今天是看到三点 ，OK OK。哦，对，四点，没错。曼博前的小孩，结果曼博差点摔死的是你，这就是，这就是，因果轮回啊！这头还是人晕以外，什么，其他好像都正常的。啊，结石真的不要随便去捐血，应该是有中了头，要不要去检查一下？他说他应该要等你来帮他人工呼吸。Oh my god， 他可能先被吓醒。我的喉咙没有检查，用地瓜代替白饭吗？我本来就没有打算加饭，本来就是地瓜。因为地瓜比白饭就是还要多纤维，虽然都是淀粉。想听剧场公园的小故事？什么什么小故事？我去检查喉咙，你去检查头。这是一个代价交换吗？但是我好像没什么时间去。什么小故事啊？剧场公演的小故事，有什么小故事吗？我要行程满满满的，算是。最近也是爆行程，不知道，有点不太想去，因为觉得快好了，还是要吃点淀粉，好的淀粉，没错，地瓜可以，谢谢俊生送的，等一下。月煞会员票，圣火加油，比心，缘分相恋，谢谢俊生。还有事情要在出国前用吗？哦 ，Gek 也要出国，看你是不是这么好饿。可是晚上要吃火锅，肯定不能吃什么。那火锅，那你可以火锅加用最简单的汤底。谢谢伟送，伟送的，跑到哪？送的 Be Your Baby Tonight， 可以试试看蜂蜜水。我跟你说，我从这几天，我试过很多方法，就是例如说直播那天之后就开始严重嘛，然后我在录音之前有喝水，然后姐姐给我喷那种喉咙喷的药，就可能喉咙发炎什么的药，但是我自己觉得效用不大。他还给我喉片吃，我觉得效用不大。我买喉糖来，那个感觉有舒缓变好一点，但也就一下下而已。还有什么姜茶，我也有喝。多喝水都没有用，都是这样。你都吃最简单的汤，然后肉嘛，肉煮完之后汤就不要再喝了。因为那个都是油。下礼拜去北海道，应该是下礼拜吧。居然还会忘记要出国的日子。
请带伴手礼回来，谢谢。没有啊，帮你带拉面回来。拉面要怎么带啊？然后酱要全醋当底，不能沙茶。我不沾酱，所以没有这个问题。都不如去看医生吃药，但就真的没有时间。嗯，这恢复进度，演唱会正常应该是没啥问题，我自己也觉得没什么问题了，是不会再变严重了。你们要问你要不要出国，直接拒绝？为什么拒绝？买中间暑假。那是不用了，没关系。哦，我再去挖好。火锅不沾酱，对啊，这样其实就很健康了吧？不沾酱怎么会是邪教？例如我现在不沾酱啊，其实可以沾什么胡麻酱。但是不想沾。嗯，这是什么？这应该有洗干净吧？对啊，那这是什么？哦，是意式香料吧？应该是。不沾酱吃什么火锅？对我啊，你看，肉本来就有味道啊。真的很少看人吃饭完全没胃口，是怎么样？你刚刚也吃这种东西、啊？九月公演哦，21、22，欢迎大家来看。嗯，九月，我觉得九月公园应该会，可以期待一下，很好玩。好了，我不要说很好玩好了，我自己觉得很好玩，但你们不要那个，问你们抱什么，你们自己觉得好玩的想法去，没有，只是我自己觉得好玩，我自己很期待九月公园的到来。要过吗？没有啦，不是。上个跟你说公演可能有呼啦圈，什么什么呼啦圈？没有新企划啦，不是不是，好像有日本人一样，好玩。哎，这地瓜很甜呢、欸。朋友经常去吃野菜锅，没有肉的那种，没有肉，没有肉什么，没有办法，我还是喜欢火锅，我还是觉得火锅一定要有肉，不然你根本就只是在吃什么水煮的东西，没有肉吃什么火锅，没错。你决定今天的晚餐一堆高丽菜、菠菜，然后蛋跟鸡胸肉，是临时决定的吗？我昨天说，我说我昨天是很行动派嘛，我就是 Oh my God 不行，我觉得我要开始恢复到之前正常的那个做那个，所以我就立刻去超市买了那个莴苣，然后我原本想要煮虾仁，就是那种冷冻虾仁，然后变成那种什么海鲜沙拉之类的，就像好事多那种。但是妈妈说不行啊，可是她就说那个啊，可是我虾仁还要用，我就说
你那时候买的时候不是因为我要做沙拉所以才买的吗？结果一切没有做到。他说不是啊，我本来就要买的。我就哦，好吧，那他说那你就可以用，那你可以用鸡胸肉啊。然后我就开始从把那个肉从冷冻柜里面拿出来。然后你知道，其实我连怎么解冻都不知道。我就说，那解冻要等多久？我妈妈说我不知道。我说那到什么程度才可以？我妈妈说我不知道。他就说他原本是叫我放冷藏，然后明天早上起来煮。然后我就说那冷藏要多久啊？我妈妈说我不知道。他说要看那个状态，我不知道要怎么看那个状态，但是我反正我就是把它拿去泡水了，然后就是那种冷冻真空的那种袋子，然后拿去泡水，然后果然真的是看状况，所以就等到它整个都变软，不是像冰块的那种块状可以敲人的这种，然后就把它拿去怎么水煮，但我也不知道煮多久，所以就有了刚刚前面的那个样子。等一下，珍珍说你瘦了，所以可以不用剪，要丢下我。珍说你瘦了，所以可以不用剪，要丢下我。这种东西不是为了减肥而吃的，好吗？我自己也吃得很开心。我记得之前在补习的时候，附近有一家健康餐厅，我常常去买。不是因为想不到吃什么，等一下，吃得很开心。对啊，我之前补习的时候，附近有一家健康餐厅，然后我每天都去，不是每天啊，但一个礼拜至少三四次都是去那边买健康餐吃，很好吃。然后也有去找，就是那时候在北车附近，然后我就找一些健康餐的店，然后去吃，根本不是给人吃，怎么会啊？很好喝，但他卖的都是那种有沾酱的，所以热量可能会再高一点点，但我觉得很好吃，也不是那种很重口味的那种，所以更可送的带你去流浪。也喜欢吃水煮菜，但不能接受丁娜。丁娜是怎么样？台中女中附近有一家健康餐超好吃，以前常去。对啊，以前常去，现在怎么不去了呢？你可以回复当时是健康餐的生活。喜欢低油但需要重口味，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太咸的不行。你吃什么都很开心，因为是跟喜欢的人一起吃。你什么时候跟喜欢的人一起吃？他以前是为了台中女中去的，原来是这样。健康餐很贵，那这样比起来的话，北车那个还好，因为它最便宜的不到100块就有，好像是这样。你是不习惯健康餐的类型，那你可以试着吃吃看，说不定你会爱上它。像我这次煮鸡胸肉就没有放，有加一点盐，但是是煮水的时候加盐，我后来没有再撒盐。确实，我刚看成一个，我那时候有个女中的女朋友，我那时候有个女中的朋友需要我教她生物，原来如此。北车哪一家？之前也都在北车补习，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兄弟健康餐，找一下。差点要讲糟糕的话，什么讲糟糕的话？什么糟糕的话 ？Seven 的鸡胸肉好吃，不错。有时候我也会买，好吃。
我来找找。对，强尼兄弟，那个就在补习班附近，然后都去买来吃。就是全家的，其实我觉得差不多吧，因为肉吃起来不都那个样子。我是很认真在健康，但有时候就很不健康。吃苹果很健康。我们家什么时候可以吃苹果？老板没看到的时候，什么意思？鸡胸肉都会遇到一块筋膜很多的，真的吗？我不知道哎、欸，我这样吃起来是还好。就很前一餐店为了看我直播请假，我有看到他那个限动，真的很夸张哎。上班就好好上班，请什么看什么，请什么直播假、啊？你要直播，你又不是你要直播，你是看直播的，你为了直播请假，这样对吗？真的很夸张，如果你是老板，你就把他 fire 掉了。哎，不知道怎么办，这可无言了，我也无言了。今天喝的这个是贵格的，那个叫什么？奇亚籽谷物饮吗？好像，好喝。可是开直播的人很重要，你可以补档啊，还是拉老板一起来开，把老板推坑是吧？一个礼拜只上一天班，这礼拜是周三下午1点到4点。哦，那我刚好避开了，是吗？哎，不对，今天星期三了，我也以为今天星期二哎。这礼拜是周三下午1点到4点，怎么可能？你来看直播是上班吗？但没有薪水哦，你这样才能做很高，老板不会讲话。然后我今天喝的是感冒药水，没有。老板如果是同担拒否怎么办？自己就被讨厌了。哇，那你还是给老板看其他的吗？这样是吗？好像不太对。其实没跟到的直播补档会很痛苦，为什么？不能留言。想请假也不可能不让我请，想请假也不可能不让我请，什么意思？就我看了最近发的 reels， 感觉一零好无助。没有，那是我们在讨论，要有一个小剧情，不然拍起来有点无趣。我不是要养你们吗？我没有啊。陈一昌就自己最大的同担，橘子是什么？老板说他要去，要留你下来上班，都是被截图什么什么？为什么看不懂？橘子是什么？海芬笑看给别人，哪里像他的剧说了？他应该是说老板吧。哦，师傅，剧否？哦，对，那天日游时就是我们那个假日都去练舞，然后一零第一天就说想拍，但是那时候有点赶，所以就没有拍。然后第二天
我们就原本只有我跟依林，然后少棠说他想拍，我们就说那不然我们来想一个剧情。嗯，三张小卡变两张，那你可以再收。是说我这边也有第二弹的全套小卡。要小鱼宝，因为他爸爸妈妈会来接，时间上比较没那么自由。因为我们后来，我跟依林还有少棠后来还去西门町，先吃饭，然后去找晨晨。炫耀鬼，我在炫耀我全套小卡这件事情。因为这次我的好像很少，很多人都缺。很多人缺吗？怎么会？我的很少，怎么会？他不是都数量都一样吧？路人运镜很好。路人的哪个运镜？你是说三人的吗？三人的没有运镜啊，他就只是站在那边拍而已。我没有无视啊，我有看啊，我有念啊。很难看是真的，怎么会？但是每个人的数量应该都一样吧，是吗？算是很早就有三张的人。我跟你们说那天拍的情境好了。就是我虽然在限动说过，但是我觉得在直播会讲得更清楚。就是我们那天就想找地方拍，然后就发现就想说可能去捷运站哪里拍啊之类的，本来是想说要去西门町拍，但是西门町太多人，可能会走，然后就看到那边有人在练舞，还是我们再去进墙拍，结果后面有面墙没有人，好像还不错。然后于是我们就那边很多人，因为进墙大家都知道练舞的是，尤其又是假日，然后又有很多人在练舞，但我们就在那边喵喵喵喵，然后就拍，然后就我跟依林先拍嘛，然后少棠拿，然后后来少棠跟依林拍就我拿，然后到最后我们想说要拍三人的那个的画面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怎么办，要不要找路人拍。少棠其实是有带脚架的，但是那个脚架有点矮，所以少棠就想说要去找就是在练习的人拍，然后少棠就这样走过去了。依林还在跟我说怎么办，他这样我完全不敢你，然后什么的，他就开始在紧张，很紧张，我不知道他在紧张什么。就是他说哈，他就这样真的走过去了，是我的话我很社恐，我不敢走过去。然后少棠就这样真的走过去，然后就找了一个坐在地上的女生说，不好意思，可以请你帮我们拿一下拍照，拍一拍影片这样吗？然后那个女生就走过来，然后就帮我们拿着，然后就看我们在那边跑，然后跟站在一零站中间，然后我们两个绕圈圈跑，就这样。然后其实很短，也就是一个进一开一进到底，就这样过了。不会害羞也蛮厉害，但我你知道，其实我原本想的想法是什么？我原本的想法是我直接在那边就是大喊说：“请问有人可以帮我拍吗？”之类的，我不敢。我不知道，我怕找一个人。我那时候自己脑中小剧场是这样想，但是应该是不敢的、啊。有点矮不是很适合你们吗？哎呦，少棠那就没是什么意思？不愧是艺人，他尴尬吗？他不尴尬。卡菜，那女生没笑场很厉害。
我的大韩更扯，我自己脑中小剧场是这样：如果少棠没有出去，我可能就会这么做。大韩已经超过艺人，那已经是不正常的程度。一个 E 人同外加两个 I 人，其实我也是 E 人啊，就没有人相信。大韩更夸张，大韩如果是奇怪的人，自告奋勇就不好了，好像也是这么回事。我们那是什么 E 人培养班吗？我觉得我自从断休回来之后，跟少棠、哼哼混在一起就越来越 E。我就说，没有啊，如果真的要找，应该也是找一个人来拍。张少棠真的是神经病。我现在要打给张少棠说，这个说你是神经病，称赞意味是什么意思？神经病这字本来就有称赞意味嘛。他应该还在睡，有可能。我相信你是 E 人，我是 I 人，因为我爱你。好好，为什么永远都能想到这种梗，然后很快接上？为什么永远都想不到这种梗？他下午4点后起床，这人他都睡这么晚了。我不知道哎，然后我煮的那颗蛋其实是溏心蛋，就是蛋白有熟，蛋黄没熟，但其实还是很感觉蛮生的状态。你们要刷去张大同的聊天室或者直播间刷，不要在我这边刷，我又不是猪。那你的呢？你没有啊？我家现在只有一颗蛋，就在我手上，因为买不到蛋。我想说，我们是同类，还是有本质上的差异吧。我又没睡那么晚，我真的，我之前真的再会睡，我顶多就睡到12点或1点，我不会睡到下午4点。睡太久真的会全身不对劲。我也有专车，什么专车？我喜欢什么口味的喉糖？我觉得我没有挑诶。像那种什么京都念慈庵枇杷润喉糖，或者是那种薄荷啊，或者柠檬，我都可以接受。但我觉得我应该再睡久一点。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9点多，然后我昨天好像3点睡，所以我只睡了6个小时。但我过没多久倒头继续睡，然后睡起来，11点，很刚好的一个时间，然后就起床。起床先晾衣服，然后晾完衣服之后，就开始把我昨天备好的东西组合在一起。组合在完一起之后，我就开始化妆，化妆，然后到快开，然后再放一下东西就差不多。嘉轩曼博是不是整晚没睡？我整晚没睡，整晚没睡，我真的没有办法，我隔天起来就会体力不支。每次假日都想说9点起来，结果每次6点，晚上6点嘛。夜排真的睡不着，夜排真的很猛诶，是真的。我从小时候的人，
那种什么夜排演唱会啊，或者是什么夜排展览什么的，我都觉得我自己做不到，太疯狂。你可不要，早上六点呢？哦，原来是早上六点哦，原来是早上六点呢。你还睡了半小时，半小时其实有睡跟没睡是一样的吧？今晚吃什么好呢？这个凌晨特别的有趣。素质真差，我是还很有素质的，好吗？日夜颠倒，哎，我已经很久没有熬通宵了，上次通宵还是上次呢。那天在灌提神药，什么 Red Bull 给你一个翅膀，讲吗？啊，嗯，我没有做。当个舒适派不好吗？嗯，舒适派也是蛮好的。我昨天也不早睡，但是我没有查。这周末告诉你，捐血不要跑活动，不要再自以为夜排能睡着。为什么夜排会睡不着？里面活动会场还真的有发 Red Bull 哟，居然吗？但是感觉你的翅膀快断了，没关系，没关系，因为这不是我，我永远都会有翅膀。好奇月亮会不会早上定早上几点起床，结果比闹钟提早一两个小时起床？这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发生过了。谢谢朱里安送的缘分相遇。那个比预定早一两个小时起床，有发生过。好像是国小的事情，我有印象的，搞不好这之间有过，但我可能没印象。我终于讲出一句正常的话，这哪是正常的话？等一下，我跟大家分享。我国小，因为那一次真的很好玩的。为什么会这样？国小那时候差不多都是七点起床，然后有一次我是起床的，我就想说，哎，爸爸妈妈怎么都还在睡觉？我就起来滑手机，看手机，然后结果才发现，哎呦，怎么现在才五点？然后我就这样很快的，然后爸爸妈妈，妈妈啦，妈妈应该只有妈妈，妈妈那爸爸那时候应该在军中，然后妈妈就说，妈妈就说，哦，你怎么那么早？然后他就说，好，那你以后如果那么早起来的话，就给你看一下，看你一下手机。但是我后来也没有因此早起。我那时候手机还是那种被管很严的时候，就是每天都要做完每天该做的事情才可以玩半小时，应该是这样。发瑞布的还长得蛮可爱，怎么不加推？我以为我会对这个菜吃到厌倦，因为我真的洗太多了，结果吃一吃吃一吃，也快吃完了。怎么会？而且就是。是不加酱的菜，就会发现它其实是有点甜的。
你早点说午餐吃这个，你就换点东西。那也会变成吃什么？不行啊，你这样吃比较健康欸。看到发热不能去生，突然觉得去曼博好快乐。曼博是在做什么的？这菜我吃出兴趣了，我本来就觉得蛮好吃的，而且像你看我的喉咙真的不太优欸，越来越沙哑。喜欢的菜不会厌倦，就觉得好。我为什么对无料赌徒的印象都停留在那种土味情话，或者是那种梗，是因为他都只留这样的言吗？好像是这样。绝羊驼吃草，有像吗？哪有留土味情话？你是真的喜欢啊？还有喜欢真真是吧？重启的比较像，没有，我不能把我牙齿露出来，我怕那个画面不能看。没有，我说，因为我真的有在咬东西，我不能把牙齿那个打开，但如果只咬空气的话是可以的啦。你手那边挖坑给我跳，我跟彤姐的感情是你这么一两句就可以随便打发，就是把我们拆散了。嗯，这样说彤姐怎么会？他是我的宝，可以？怎么可能？他会信我还是信你们？他都把嘉轩说最爱彤彤那件事情跟我分享了，你觉得他会信我还是信你？那我跟你的感情呢？这就要你自己决定了。可能记忆林啊、少彤啊、小雨啊，然后那个一家前辈啊，还有很多啊，那个什么正正啊、娜娜啊，什么什么之后吧，再更后面一点。嘉轩这样不行，还好你很乖。那这样讲，我还没有把全部成员讲完。真的很丑，这种问题不要随便问，这种问题不要随便问，因为你会受伤。对，我明明就比他们溺爱，你先是说溺爱，又说是严格，那到底是溺爱还是严格？这两件事情是互相矛盾。最常受伤的应该是常常，这可以边演歌边恋爱吗？这有点困难，个人认为。只想给我宠爱，我只想对你宠爱，这
实强那种东西。确实，我不否认。好的，我要来吃这个蛋黄超深的半熟蛋。在每个直播间说的都是喜欢你，啊，那应该很多个直播间。好吃。内心都变坚强，很好啊。他根本没有变坚强，还是很容易走心，还是很脆弱，是吗？再更扩大一点。你很少走心，很少对我走心。怎么会突然发感性文呢？不知道，就是有种感性。那这样的话，其实我在六月就有在豆粉打过，只是那时候觉得，怎么说？六月那时候的气氛让我不想把这段话发出来，因为六月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月份，不适合打感性的文章。就是真的美好到，就是如果说这样比喻好了，如果说去年我最情绪最低，然后整个状态最差的时候，我会想到的快乐回忆是我出国的那阵子的话，那我觉得今年的话应该是六月。要这么说，就是会觉得说，哦，好像真的过得蛮快乐的。而且我觉得，就是18年以来，我觉得，很少是生日月儿这么快乐的感觉，就是，不知道欸，就是回去看那些照片，会觉得，像六月还有什么？六月还有，我能这么讲，对，就是这么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我看看。就是真的蛮快乐的，因为生日月不都该很快乐吗？去年的话没有，因为就是一个真的忙到，身心憔悴的时候呢。现在讲的话当然是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当下我真的没有办法觉得，就是怎么讲，没有办法讲出来，就觉得自己状态很差这件事情，因为就是当下就生在那样的状态，没有办法像现在一样那么坦然的讲出来。
没有办法让我变成最快乐，因为认识我后最快乐的人变成你了。不要赌徒一定都在他每个看你的直播间里面这样讲话。大学在台北读吗？我只能说是在北部，也因为 TP 的活动关系吧。不能跑，我觉得北部就是极限了。姐姐，对，姐姐怎么突然跑来？我太皮被盯上，哪有啊？是因为这样吗，姐姐？肯定是被盯上了，怎么会这样？没有啊，上次上次来的时候，那一天姐姐看了很多人直播。谁被盯上了吗？半圈死神为什么会说他是死神呢？中午好。反正就是说这段感性的文是我在参加完生日会之后有感而发，因为你们很少写信给我，然后我也不知道你们到底是可能会开始看我的契机或者是原因是什么，所以我其实不知道你们真正到底在想的是什么，或者是在看我这个人，可能表演，可能社群影片、照片，在想的内心的想法是什么？但是就是看完你们写有些人写的卡片之后，就觉得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那其实像是一种正向的循环嘛，就是可能你们看我，然后内心可能会变会比较快乐，或者是对。那如果说你们写卡片给我回馈，那我也会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有在做一件对的事情。我可以要求每个人一年写一封，一年写一封是太少。但怎么说，我觉得多知道一点你们的事情，让会让我更有动力，会想继续做下去。例如说，我写完看完你们写的卡片，真的是就是突然有一种能量又感觉又回来的感觉，真的。所以也就是为什么七月会突然觉得说应该要再更努力一点吧。我自己觉得这两件事情是有点相有关的，双向奔赴，就是一种让彼此也可能你们会觉得说看我的进步，那也看得到越来越多我更好的表现，那我自己也会因为你们的回馈而想要做得更好，我觉得是这样。
今年写两封有达标，我又没有说是一年一封，那是 Gek 讲的。想写卡片给你，但是你不识字，你不识字怎么会在这边打字？我们都还要努力，我们都还要努力，嗯，真的。但是我最近就是发现到自己，要突然这样，不是很想讲哎，但是又很想讲，好烦哦。就是怎么讲，自己有点被影响到的感觉吗？就是开问答箱。搞不好会有很多人回答，回答什么对我说的话，但好像要找一个特别的时间点来发，例如说加入满2周年，好像是可以的，说吗？但这有点负面吗？B 站对，可惜变成广告了。其实有个惊喜要给你，真的吗？问答箱能说的话只有两行，不止两行啦，是吗？感性时间，就是，我之前可能不想承认这件事情，但是就有点一直在逃避的心态，觉得说我只要理性的想说，我不会怎么在意，那就没事。我就真的不怎么在意，但是我还是很在意，就是可能例如说，就是我的行为会很明显的表现出就是我很在意，但是我又想让自己不在意这件事情，例如说贴文啊或者什么，我会时不时的去看赞数、看流量、看留言数，这些我都会。很在意，但是我又想骗自己说其实不要那么在意。然后我到昨天我才终于敢承认自己很在意这件事情，但是我在意，但我也没有办法做出什么行为吧。觉得说在不在意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影响，因为很多人都会说自己没有很在意啊，然后发出来就只是自己做喜欢的事情，所以也不用管说别人怎么想怎么看之类的，但是其实我自己也想要这样想，但说白了我自己还是会在意这件事情。有时候承认也不是什么坏事，就是我一直很怎么讲，我有时候甚至会就是发现自己的这个行为，然后觉得太可怕了，就是因为会真的是三不五时就会一直花时间在上面，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我从加入到现在，自从有自己有账号以来，就一直是这个样子，就是每次发完之后就会。很快的就是频率很高的就看自己的贴文或者看自己的留言，然后去看你们说了些什么啊，或者是做了什么事情之类的。然后就会觉得说自己有时候自己会意识到自己的这样的行为觉得太可怕了，没有办法不能再这样下去。所以我就会把它先登出，然后不要让它出现在我的眼前，就是会这样。但是过没多久又会重蹈覆辙，就是没有办法改耶，很难。所以说我之前好像都一直说没有很在意，就是自己发自己想拍的想
做的事情。我确实是发自己想不太在想做的事情，但是我会在意，就是对。都会看，应该它就是一个那个、啊，然后就这样点点点点点，就都会看到，都会看。应该它就是一个那个、啊，然后就这样点点点点点，就都会看到。我之前都不在意，超爆担心，为什么？有在意是好事吗？我不知道欸。在不在意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意到一定程度走火入魔了，就会有点恐怖。所以我自己觉得，不在意才觉得奇怪。那要怎么说？确实打从一开始就真的是有点在意。在意是推动自己成长的方式，但是我又不想要，我又不希望自己过于执着在这方面。就是说，有时候不是，有时候要怎么讲？我思考一下。劝你们不要在意，是怕你们没做好心理准备，或者怕酸民，怕酸民或影响平日的生活。不知道欸，我其实我在加入之前我就有做好心理准备可能会被怎么样评论，但是我担心的事情都没有在这边发生过。看起来走火入魔的时候觉得会让我知道，应该是不会有这种时候，我希望啦。学会面对也是一种成长，面对后调整自己的心态。对，我自己其实一直都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没有跟你们说，我没有跟大家承认这件事情。我自己是知道我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就是会变成说，觉得自己要改，但不知道怎么改。但是我不知道这种要怎么改，因为心态这方面真的很难改。如果说你想在意，还是会想看的话，还是会去看。你不可能说，因为你今天觉得你自己理性的觉得自己说没有办法了，觉得这样太恐怖，有点太多的时候，你登出就没有事情，就是因为你的心态还是没有变。这是真心话的态度吗？对啊，你要什么？最讨厌话说一半。在一个不错的午后去散步，好好想这件事情。有时候越是不在意，反而越压力越大。有的人真的从入团到毕业都在在意，毕业之后也继续在意。当初就是逃避，不是逃避，因为就是当初是一个你必须及时停止住你现在的行为的方式，不是逃避。先改天吧，改天再改。治标不治本，但我觉得他不是逃避，因为他是当下你切断你这个很在意的思绪最快的方式。登出跟官办一样，都只是职责。但是我知道有一种方式可以让我自己不在意，就是你发了之后，发文之后，那就有事情做。就是例如说可能出去参加活动啊或者什么的时候，你就不会在意这件事情。就是你会在意于当下的你所身处的时间跟地点，就不会去在意这件事情。没有去练舞会在意。但是记得心情有宣泄感的，毕竟这可是个人生大课题。对，然后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就是会越看越焦虑。然后，越看越焦虑，然后会觉得看到心情很差，但又觉得
不得不看的感觉，就是会这样子。通解封的都没能克服，大家都有这种问题吗？忙真的是焦虑的唯一解法，对，我自己也是强烈的这么觉得。嘉轩好，李长博好，把行程填超满，让自己没时间在意。对，对，我觉得这件把行程填超满，让自己没时间在意这件事情，我自己真的是有深刻的体悟到，尤其是去年的时候。嗯，有些事情可能很难直接跟你们分享，但就是会，很多事情全部都上来的时候，你真的会有点无所适从的感觉。然后在身份之间交换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累。然后会觉得蛮痛苦的，就可能也是我发感性那篇文的时候，就像战修的时候，这边先留一点点不行欸，先留一点点不行啦，但也不能留什么不要哭之类的。不用卫生纸啦，看文章都一直哭，谁看文章都一直哭，有时候掉个泪也是一种发泄。没有，就像我自己说的，战修那个期间，我常常会，不然跟你们讲一下我战修期间是怎么样。就是那时候我是把 IG 删掉的状态，但还是会用网页版稍微上来看一下，或者是偶尔关注一下大家都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就会发现哇，可能毕业的前辈们都好像都是各自有各自很好的发展，或者是有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在团里面的成员也有，四期吧，四期也是。然后有时候会听到三期他们分享一些公司啊，然后或者是活动啊，在做什么事情，就会觉得自己没有参与到这部分，是真的。那时候的心态加上读书的压力，就是真的有点撑不过来感觉，然后有时候打车回家那个心态就会直接崩掉。然后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音乐现在变这样？反正就是回来之后是蛮开心的。那因为学测结束，所以就是也少了那么多忙碌的事情。有试过脏话输压法吗？我不太讲脏话，对。倒立眼泪就不会掉下来，要试试看。不用啦，就是去年吧，我觉得最难熬的是去年。但其实压力大的最大的时间，我觉得不是准备学车期间，而是我觉得那一整年，我觉得反而战修是一个停止我胡思乱想的。
会听音乐在换气。嗯，有时候觉得听音乐或者是出去走走都好。现在准备冲刺，冲刺什么？冲刺学测吗？不是的。姐姐怎么突然送红玫瑰？冲刺完什么？学测冲刺完了，对啊，就是木已成舟，但就是其实暂休这段期间真的是一个很自己觉得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心态，因为我觉得那个时机就是暂停一下好像差不多，然后，可是又会觉得有点可惜，因为，可能新人士气刚来，然后自己又觉得好像错过了很多事情。这辈子第一次看到姐姐在丢脸，我也觉得，哇。我也第一次看。等一下，不行。都还在，没有走。就是还在的都还在啊。武奇要来了，还可以跟武奇相处吧？对啊，每个当下努力去做，不要后悔就好。我自己是没有后悔，但是就是。有时候想到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啊好可惜，但没办法每件事情都参与到，或者是说每件事情都这么的称自己如自己的意，所以难道不在都不在吗？不在都不在啊。还有上面那句，就是我觉得对，而且我觉得如果我没有暂休来面对学测的话，我真的会比现在还要更糟糕，所以我觉得那个时间点是一个好的时间点，但是当然就会有一点可惜的地方。差不多是这样，好难讲哦。我总觉得还是没有讲到自己，所以说我之所以发那段文章，是为什么？就是有感而发，都是做出当下最好的决定。对，对，当下我也没有其他选择。我觉得那个时间就是一个最好的时间，这样的心情有点复杂，也不是说什么珍不珍惜这件事情，而是老觉得自己都走过来了，然后有点佩服之前的自己吧，尤其我觉得暂休倒是其次，倒是前半年就是对蛮佩服自己那个时候，
有没有听说为了念大学，大学毕业，然后大学毕业又来健身，是吧？觉得不是，没有哎、欸。那么感谢文章还在底下闹，你闹什么了？我看一下，有点忘记。有时候回过头看才最有感，确实。有时候回过头看，就是有一种，我原来现在都可以这样子，嗯，一笑置之的感觉，我觉得很好。就是当下可能很深陷在那样的情绪、那样的状态，但是走出来之后再看，就会觉得好像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回忆。那自己也有成长，一笑置之。变最多的应该是，嗯，其实变最多的时候，其实就是刚进来的时候，所以其实你们也没有看到我一开始是怎么样的状态。我觉得自己三年前跟两年前差很多，就是可能本来是更一吗？可能吧，还是其实也没有怎么样，但是就是有变。姐姐原来也是会丢礼物的人。已经变过，对，已经变过。但最近又变回，我觉得整个状态会变回以前的样子，就是变一的部分。一起在选的时候，没有那个太久以前的。虽然提升还原，那个时候就已经是，那时候已经是变过状态了。哪里可以丢礼物给瑶瑶？什么可以不用说出来？嗯，都喝完了。大家常常说什么？还是姐姐比较错，打不开，你装气泡水了。哎呦，一开就开，我声音越来越沙哑哎、欸，真的不太妙，跟最一开始比，好像又更沙哑。哦，解任务原来只是解任务，但在我这边解任务而丢礼物也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现在这个小的那种可以去抢，以前有吗？是有的吗？我自己觉得没有啊，至少会把想法说出来。以前有吗？以前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不知道、欸、我只是不常提这种事情而已。我是不是不常提这种事情？以前真的是不讲那种，因为我当下就是在那样的状态里，我没有办法讲。我最近逃避的事情越来越少。我其实没有逃避，我只是没有讲出来而已，没有跟大家讲而已。
我自己都一直知道的这种情况，只是我没有讲你。这样算逃避吗？好像也算是逃避的一种。那身边的朋友都知道我这个状态，所以也不算是逃避了。就是，要说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吗？其实也不是，因为我就是，我会自己想，但是又觉得感性会这样觉得，但是理性又会觉得不应该这样，就是内心就是一直在打架。要去登机了，怎么大家都要出国啊？好羡慕。谢谢常常送的一颗星，天人交战，算了是这样。然后就会开始焦虑到爆炸，或者是很痛苦。那时候常常被开导的都是我吧。我昨天在，是昨天吗？前天在练习他们休息的时候听到一句话，就是说很会安慰人的其实自己都是都是什么？那句话是怎么讲？其实都是很需要被安慰的吗？还是什么？回来看看大家，哦，回来了吗？哦，所以是出国回来了。通常自己是藏最深的，不是藏最深，没有，不是。会安慰别人的，通常自己也蛮需要被安慰。拜拜。不是啊，为什么我的歌单都是这种歌啊？奇怪，我明明就有放一些不是这些的。最爱的人伤你最深，谁伤你最深？受伤的人都需要被安慰，不见得。有些受伤的人会有非常好的治愈能力，但是我要说的是，很会安慰别人的人，通常自己也常常需要被安慰。那我自己听到的时候，有种被吓到的感觉，就是好像真的蛮有这个道理的，就是可能很会开导别人，或者是很会安慰别人，那自己是不是也有过什么样的经历？有些可能有办法，不能说感同身受，但能跟他有那么一点点感受到他那么一点点那样的纠结或者情绪。很会安慰别人的人会有更多的共感，确实，可能对于他。需要被安慰的那个人，他发生的事情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但是那样的情绪他是有办法理解的。很像是当心灵辅导师，自己通常心理素质要很够。我觉得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因为当心理辅导师的话，他自己的心态必须要非常的，心理素质非常的强大，才有办法去接受这么多情绪。应该是说懂安慰的人自己是很常是经历过，所以知道点在哪。记得之前真真有跟我说过，他觉得我很会开导别人，然后但是又不像是那种就是只安慰说没事啊会过去什么之类的，他有这样跟我说过。谢谢浪客上的幸运四叶草。谢谢浪客送的行李箱。真正一直说我感觉很成熟，我很成熟吗？我不知道，这样算成熟吗？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有时候自己的行为也蛮幼稚的，我都只能假装自己懂那个情绪，但我常常
是不能理解的人。我觉得自己可能是有办法理解那种情绪的人，然后也是会想办法吧，就是透过旁边的人，透过我这个旁人的角度去看，有时候就是所谓旁观者清，那有时候会看到他没有看到的事情。能接住别人的人没勇气让别人接住自己的话，很容易生病。对，get 在自己吗？原来是这样吗？你不是很容易，是已经。那就是说，那我觉得这一段话题的结论就是，不论怎么样，最好就是最好的方法，也我自己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有办法跟别人说出你这样的情绪，那也要有会开导的人在旁边开导你。如果说自己，尤其是针对那种特别会内耗的人，不要自我内耗。垃圾桶也需要垃圾车来接他，他会去开导别人，然后自己都藏起来。Gek 吗 ？Gek 会开导别人，然后自己藏起来。我觉得自己太常内耗，然后内耗到一阵子就会突然爆炸。但是你们，我不晓得，你们应该看不出来。就是但身边我身边的人会有感。是看脏话说法，脏话对我而言不是一种出压的方式。跟朋友说出情绪之后，会被再踩个两脚。那你可能交到损友是这样吗？但是如果自己状态真的很糟糕的话，我觉得身边的人，就算你不说，也会感觉得到。内耗一定会消化完对啊，要天天开心。所以我在那个许愿墙，那是什么七夕吗还是什么，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墙，反正就是写了天天开心，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谢谢水藤送的缘分相遇，谢谢果酱家送的缘分相遇，谢谢李思琪送的红玫瑰。只能感受到我会内耗，那我真正内耗的事情不会让你知道。因为我觉得这就有点偏向于不适合带到台面上来讲的事情，就是可能是一些日常发生的事情，但我觉得不能让这些事情影响到大家。会员花絮录到这段，没有错。我们就是拍了这张挂上去的影片，还是感觉到我在内耗。我是整个许愿墙都能达成愿望，有这么困难吗？怎么可能？但天天开心好像真的很难。可是，我觉得人生就是有那种各种情绪才会有趣嘛。如果说每天都开心，真的每天都开心的人怎么可能？但是如果每天开心的话，又会觉得他这样子的日子好像过得有点无趣。可以在七夕挂许愿签条的那种。原来如此，如何做到天天开心？一个月开心一天就很厉害了。好像也是，变成快乐，因为那是我之后啊，这句用过了。本来就不可能天天开心，每次断网都很不爽。这种日常发生的小事导致不开心的话，我觉得是还好。
一天开心的时间再到30就是很成功的一天了，算是吧。有时候可能超过50，那就蛮快乐的。有个朋友会无限自我内耗，那你要负责把他拉出来吗？脱离那个内耗的状态。我应该这样讲，如果天天开心的话，那个开心的情绪就没有意义了。但是如果说你在一个月或者一个礼拜里面有那么一天是你真的觉得非常开心，值得觉得快乐的时候，那才是有意义的。他在自解，原来常常是在自解。开心，只有精神感，好像开心是一天，难过是一天，就讲过了两天，真快。我最近都觉得日子过得好快哦，有时候就觉得说，哦，今天做了一件事情，然后好久了好久了，但结果再一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觉得怎么两天过去了，有种日子过得越来越快的感觉，是真的哎，怎么会这样？来上个腮红，好跳哦。我也不知道我的歌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都推这种歌啊？好烦啊！明明跟之前的歌单都一样，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感受到我需要，其实也没那么需要。当你18岁以后，就会觉得你88岁很近，怎么可能？88岁还很远。光阴似箭，3箭70，我是怎样？最近点了太多这首，没有啊，真的没有。我最近加进去的歌都不是这种。有人翻唱过艺林，我本来也要录日文歌，结果艺林说，我怎么就这样抛下他？哦，米娜也有过，哦对，米娜是在他的 IG 里。唱完你想说啥？没关系，想到再说，忘记就算了。谢谢会员送的红玫瑰，都没在打折了。艺林唱的是这首啊，是啊，100折是乘上0.001耶。现在都分手是这样吗？超好笑，但我觉得都粉好像也不太适合，因为都粉算是群聊，那就握手会说吧。啊？哦，95折。哦。95折是乘上0.95。100折是变10倍。怎么会是变10倍？
我后来想想，我觉得这都很不适合，那就握手会说吧。你们欢迎，有什么心事也可以在握手会的时候跟我说。多粉聊聊还可以收回，还可以收回，怎么可能？握手会还没想到要说啥，没关系，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握手会说，哈？打电话去佳佳，哦，去听我心事。我没什么心事吧？心事吗？那要看当下有什么心事，但没有的话就是要听你说。规划好了，但还不知道说啥。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欢迎大家先想好。要做点等价交换，这是什么等价交换？这哪里等价？你换了什么？为什么会聊心事我也做不到，我觉得那个整个场面太过于欢乐。你要突然讲一点什么心事之类的，是真的做不到。快乐场合是快乐的吧，算是吧，你们都算是快乐的吧，不然怎么会来呢？还是有什么事情需要来告解？是这样吗？应该是快乐的，不是早就已经说好了握手会过年才，怎么可能算快乐吗？不然怎么要来？握手会现场可以用打字吗？你都来握手会你还要打字啊？握手会进去决斗，谁要去决斗？你要把每个地方变不快乐的超能力。但 Gek 实际的话是还好吧，实际也没有讲太多什么负面的话，也没有过肩摔那选题呢，没有啊，怎么可能？被伤害过还要更久。那句啊，之后还有更久。哎呀，又没有关系。啊，我说的也是事实啊。反正都过了，我们不要拘泥于过去，好吗？放眼未来。你都告诉自己，如果连你都爱负面，他们就没人接住了。不能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不是都看粉丝在对外玩游戏什么？这人久都伤害不了你，等待久都伤害不了你，真的吗？为什么？放眼未来就是多添一点，比上次多五倍以上，太多了吧？那你一定要想好。Gek 这样哪天负面就没有人救？对啊，这样不行的。上次只有一点点，因为上次是晨晨吧，晨晨还是居多的，因为你等过超多人，习惯了。哇，习惯了是麻木了吗？但我第二，你现在是不是？我很好奇，现在是不是只要假日，常常都会上来台北，然后去找晨晨，是这样吗？不是麻木，是总会回来就没什么好怕。哦，麻木是没什么好怕，嗯。对啊，我也觉得这确实是一件不用太担心的事情啊。毕竟战秀也就只是段时间不回来，又不是不回来，对啊。吃过什么？
吃过了什么？那个晨晨的团子店吗？有啊，我不是有发现到。不是假日才来台北，而是定居台北吧？有活动才顺便去，原来。可是活动应该蛮多的吧？去了三次还没吃过，炒蟑螂爆酱，口感如何？我觉得蛮好吃的啊，我点了巧克力口味的。习惯停权，还有成人直接不见以后，你的心内心就越来越强。这算是一种在逆境中成长吗？他每次都跟我说可以暴涨，然后没有一次又开。哇，那你可以先问问看晨晨吧。也要看来不来及，没有一次惊喜登场，每次都是提前跟他说回去。哦，所以对啊，就是提前说的话，就会比较减少了那个失败的几率。团子一定好吃，好吃。我们那时候三个人去嘛。我跟少彤都点巧克力，然后一零点酱油海苔口味。没想到创造很有用，创造就行，你就直接问晨晨啊。问的时候他都说会去。好像有比他原定的时间再晚一点，因为我们那时候也以为是四点，但他说六点，那就六点去。老粉都很坚强的，逆境中让自己的心智越来越坚强。然后那天也有小聊了一下，我们站在那边多久啊？差不多半个小时。然后就有稍微聊一下，蛮厉害的，他真的蛮厉害的。就是听到他说他怎么样开了这家店，他也说他是原本也不在计划之内，就是没有预料到。但真的很厉害，我觉得他妹妹也很厉害，怎么就跟他一起这样开了一家店？不在计划内还能开起来，而且好像整个从无到有的速度是蛮快的，听起来的感觉蛮快的。你们可以去找晨晨，然后问他。西门町的店租很贵，我好像有听到他们店租的部分，自己去问晨晨，看他们他要不要跟你们说。问过了，反正就是真的蛮厉害的。天哪，在我这个年纪，就自己开一家店。对啊，我们同岁，然后他居然就开店了，真的很厉害。我觉得我可能，我小时候的梦想，有一段时间的梦想是想自己开一家咖啡厅，然后，但是越长越大，发现自己好像没有办法，连饭都煮不好的人。所以还是去那个收集各个咖啡厅就好。
想到做吃的，还要考虑食物库存，就觉得卖吃的人很厉害。哎，这真的，就是整个，嗯，我觉得我想不到的，就是开一家店，好像我只能看得到表面，但我没有办法想到它，就是实际做起来还要考虑到多少事情，我还没有办法。女仆咖啡厅没有啦，不是那种，不是那种，就是真的是那种，就是卖咖啡的咖啡厅，装潢什么的，就是我想要就是那种自己喜欢的装潢，迷你猪咖啡厅，我看过有那种猫咪咖啡厅、狗狗咖啡厅，那迷你猪咖啡厅我还第一次听到。法规一堆，但那样才有保障啊。喜欢什么样的装潢？比较想倾向那种，文艺气息的感觉，那种很多书啊可以看，然后，整个是那种很秋天的色调。这样讲好难形容，但感觉在台湾开不成这样的店，因为太潮湿。基隆很多咖啡厅，我的目标是收集到基隆的每家咖啡厅，开了好多家店，迷你手作屋。没有，我到现在只做了一个，而且那个是房间，那也不算店。厨师机要开就是了，很多书的话，对啊。但是如果像在那种国外就不用，没有这种问题。温带气候，温带，工业风文艺还是木质文艺？木质吧。等我毕业后会想要有自己的应援咖啡厅吗？蛮酷的欸，我很好奇应援咖啡厅是做什么事情，因为我还是搞不懂。秋天色调灰黑色、棕色、木质，没有，不是咖啡厅都长这样，也有那种很可爱的，然后也有那种。基隆的话，各种风格的都有啊，而且都是那种在很不起眼的巷子里，或者是可能靠海的话，就是一家小屋子里，然后它是走上去，就是你不会，你那个招牌不会特别显眼。下午好，很想去万木山的咖啡厅。外木山，我没有去过外木山的咖啡厅，对，或者是二楼，就是很隐秘的那种布置，然后大家点咖啡可以领应援物，哦，蛮酷的，感觉不错，但也要看我毕业之后有没有那个名气跟实力，有办法做到有应援咖啡厅这件事情。那是你对咖啡店的刻板印象，那你可以多去其他咖啡店，真的，你去找那种很特别的、风景好的咖啡店。在哪里啊？大家知道那个彩虹屋吗？基隆的彩虹屋，那附近有一家咖啡店，它的窗户看过去就是海，然后跟那个海是海。然后跟那个彩虹屋，蛮漂亮的。之前 TP 帮文总做的舞厅，附近就很多小巷子咖啡厅，其实台北也很多，但我现在觉得基隆的就够我去了，所以我的目标先立在基隆就好。正滨好像是。哦，对，有一个地方很可爱，它里面的装潢
是那种，其实就是一家很小的咖啡厅，但是它的风景就是看过去真的很漂亮。那一天，我为什么会去到那边呢？还有一家那个胡蒙的咖啡厅，在考学测那边还是，它不叫还是，它叫海大附中附近。该开始写咖啡厅 report 吧。我跟你说，我学测那从看考场那一天到学测4天，对，我去了3家咖啡厅，就在这4天之内，我去了3家咖啡厅。这咖啡厅最难适应的，而且去了4次，然后3家咖啡厅。对咖啡店最难适应的事情就是不喝咖啡也不喝茶，那可以吃甜点，或者是喝水果茶或者冷的之类的。因为我去咖啡厅我也不太喝咖啡，就是喝里面的饮料。有玻璃天空步道，咖啡厅马拉松，那确实，我那一天因为要整个大解放嘛，然后就快大解放，看考场那一天快要大解放，然后就整个心情很好，然后就把 IG 原本删掉下载回来，然后早上好像是结业式，不是结业式，反正就是要去学校一趟，然后就去完学校一趟之后，就先去一家咖啡厅等，因为就是爸爸要载我去补习班把书都拿回去，然后我就先去一家大直的咖啡厅等，然后去吃了一个可颂跟喝了一杯茶，然后茶吗？饮料？杏仁茶还是什么？然后下午就去补习班领书，领完书之后再到基隆去看考场，去看考场，看完之后我们就到正滨，那边是正滨，然后就去那个咖啡厅，好多然后，就去咖啡厅，然后又然后，我要改掉这坏习惯。反正就是那边就有点蛮隐秘的，因为它是跟另外一家店泰式餐厅吧合并的样子。下次考虑要在咖啡店里自主练习，自主练习什么跳舞吗？不可能吧，培养气质的方法啊，没有，单纯就是我自己想去，就是蛮想去的。那家店好像爸爸妈妈他们得去的，然后那一天又然后我要改掉这块干粉再讲然后，然后反正就是进去咖啡厅，上2楼看那边就是有点露营风的感觉。有一面落地窗，我要改掉这个坏习惯。我发现我自己的影片都会一直这样，不行，我一定要改掉这个坏习惯，不能再然后。就是一个接话的很好用的方法，真的要改掉啊。反正就是那一面落地窗。零一吗？零一的口头禅是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我感觉说的很痛苦，对，我非常刻意的不能说。然后，一窗看过去就是那个彩虹屋，跟它前面的那个平台，就看到那边有
一些高中生在拍照，也是去看考场，然后他们的样子就是看起来很青春，然后我坐在台，哇，然后不要再然后了，反正就坐在台上看，不要讲然后了，可以说 then， and then， 然后不要再然后了，不要再然后了，不要再然后了，反正就是那一天乌云，有点乌云，可是又有太阳，就是太阳洒下来的感觉，就在众多乌云之中还是透出了光，蛮好的感觉。第二天去考完试之后，就到附中底下的一家咖啡厅，那一家咖啡厅很特别，因为它有狐獴，养了四五只吗？再来是看着看这故事先说完，还是我先被然后搞疯？不要啊，不要啊！我可以想象得到你们那个，如果现场看我，然后一直叫我，一直然后，一直然后，然后又在我那边模仿的感觉，太过分了。我不能再然后了。太多然后，反正就是那天考完试，心情怎么样？好像就是因为有点被难到的感觉。自然、数学，第一天考什么？自然跟数学，有点被难到的感觉。可是我这个人又是很喜欢对答案的人，所以在考完之后的没多久，就有补习班把答案公布出来，好像还是我们补习班。反正我就对答案，然后就发现自己好像错的有点多，可是明后天就还要继续考试，所以那天就是去了那一家咖啡厅，然后去看狐獴啊，然后又到然后哟，事实的然后是可以的吧？就看狐獴。吃东西不要想这么多，所以才说不要对答案。可是我是那种对了答案心态不会崩的人，我每次断考第一件想做的事情就是对答案，就是知道自己错哪里也好，不会受到影响。边 Pico 是什么？都能变口头禅，然后就给他说好说满才是正解。诶，笑笑出现的，再注意到没有讲，然后反而故事没有很认真听。哦哟，不行！那天考试出来，老师就禁止你们讨论刚才考试，真的假的？我是那种很想对答案的那种，而且我发现高一对完，高一大家都会很想对答案，到高二、高三就大家考完就自我放飞了，就完全不想要讨论考试内容，就考过就算了，全部考完才对，全部考完那就直接等老师公布答案了，那也不用再对答案了。会有人把故事剪精华出来的，会吗？我的粉丝好像都不怎么剪精华，除了唱歌以外，可能是因为我一直然后吧。我的然后应该很难剪，我自己剪片的时候，我都会把自己的龙颜坠字剪掉。考完还能继续追踪，我没有猜答案，这还有这些科目才想对答案。我不管有没有自信，我都很想对答案。先准备之后的考科，要对之后再对。可以剪哦，好啊，你们说的，我要扫掉，我要扫掉然后。如果说我的然后太多，麻烦你们帮我剪掉，谢谢。让语句是通顺的，很少啊，剪掉还能顺，也算蛮厉害。我自己剪掉是不影响语句通顺。
姐姐不要不要这样，只有然后是怎样啊？我现在开始避免自己讲然后，适时的然后可以，但不要太多然后。然后去除的啊，影片没了，整部影片我都在讲然后啊，没有。他的初登场也有，但就不多啊。先跟我预收内耗智商费，什么意思？是说放出来之后我就会内耗吗？还是什么？什么？哎、欸，哦，他是说常常，直接然后，其他三其实没有口头禅吗？嗯，平常不会注意这个哎、欸，嗯。不知道哎、欸，我要再观察一下。我现在提了，既然提了，我会好好观察的。讲然后的话，罚唱一首歌不行，喉咙不允许我这么做。张小彤超好笑，哦对，他是超好笑，同姐太多了。我去下厕所。歌是可以先签折的，反正现在就差不多签八首，哪里来签那么多啦？这是什么高利贷吗？那个像那不正常的粘土模仿，太可怕了。我不会，不行，太难。可以不要剪那个吗？没有啦。哎，我觉得那天三期没有，不是三期，三缺一的那个直播很好笑啊！为什么你们不剪？有点偶包。说不会还是在做，因为我觉得不像啊。如果将然后的话，什么将然后的话，应该有机会越签越多。一个一个来，我的优先。但我觉得三期那天直播为什么没有人剪？那个剪出来一定很好笑。吐口水就很像，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等一下，我思考一下，他是怎么模仿的？我不会。
还没补完，还是你的哪段可以讲？你可以慢慢看，没关系。我觉得有好笑的，但是不晓得，就是有些莫名的笑点，可能我笑点太低。今天的精华只剩下这个，怎么会？所以我真的很不懂你们到底想剪精华的点到底在哪里？还是剪羊驼？罚唱一首歌的话，欠八首以上应该轻轻松松。讲，然后罚唱一首歌的话，要欠八首以上应该轻松。不行啊，我真的不能这样，可以这样对一个要改坏习惯的人。当初剪唱歌是因为想说可以记录啊。那刚今天欠一百首以上了，不行这样。好，我刚刚还没讲完呢，就是我那天心情就蛮好的，虽然说考完了，我是尽量不让自己的情绪在一个太糟糕的状态，因为明后天都还要考试，所以就去看狐萌跟猫咪，那边有一只猫咪很可爱。我最后还进他们有一个笼子，不是笼子，就有围成一个用不晓得是玻璃还是亚克力围成的一个区域，里面都是狐萌，很可爱。我最后还进去那里面，然后跟狐萌一起玩。我讲然后了哦，今天还是我喜欢的，不对，粉丝喜欢。我讲然后啦。好，不管，继续。第二天考完，好像是第二天，对，第二天考完之后，不要注意我的然后，我真的一定要改掉这个坏习惯，好难改。不叫出来其实没发现，好欸，那我不叫，过没多久就会开始听到我一堆然后了。第二天考完也去了那一家咖啡厅，其实里面的也有餐点，那些种类是蛮多的，而且在我准备学车的期间，爸爸妈妈他们好像去过很多次，但我只去过一次，所以跟那边他们跟那边的老板聊，老板娘也算就是有认得这样，老板有认得我爸爸妈妈跟妹妹，所以那一阵子也蛮想养狐萌的，但狐萌需要的空间太大了，没办法。可是宠物店也有看到狐萌欸，而且跟龙猫相比的话，狐萌比较便宜一点点，但是狐萌需要的空间太大了，应该要再整理出更多空间。我家不是跟足球场一样大吗？谁在造谣啊？怎么在造谣？哎，明明是比木栅动物园还大，完蛋了，在造谣了。你们知道我阿姨家现在有两只龙猫，一只兔子，一只狮子，哎，两只龙猫，一只狮子兔，一只玻璃鼠，在基隆有一座山，夸张了，夸张了，真的没有。那个什么，他们原本就是领养了一只天竺鼠，但是饲主那时候跟我阿姨说他是母的，结果阿姨实际看到那只天竺鼠后发现 Oh my god， 天竺鼠怎么这么大只，再去给兽医检查， Oh my god， 他是公的，而且就是身上可能有一些小虫之类的，我是狮子，对，狮子，所以
所以他后来就把它归还给饲主，可能连带着他需要点的药一起吧，因为饲主原本跟他说是母的，但他发现天竺鼠，他以为的天竺鼠是小小只，结果没想到那么大只，我说哈，你没有看过天竺鼠，你没有看过那些影片，天竺鼠都不小只吗？我一直以为狐獴是群居，不能单独养。狐獴应该算群居吧，单独养我也不清楚，可能要去看一下。但是我在宠物店那边看到的是一只，赵瑶真的不行，明明是单身公主，夸张啊，真的很夸张。可以在念榜前五分钟提醒前几名的粉丝去留下留言吧。好诶、欸，天竺鼠就肉蛮多的，所以才会被吃。天竺鼠，有人在吃天竺鼠？嗯，认真吗？漫画的天竺鼠，天竺鼠车车吗？天竺鼠车车比人还大，在里面的话，所以天竺鼠真的不小只啊！我不懂为什么它会有一种天竺鼠很大很小只的错觉。一个人可以坐进去开车？对啊，没有，天竺鼠在。秘鲁原产地食物来源。我不敢相信，而且那天很疯狂。那天就是我们去看虫，就是他们先去领养的那一只天竺鼠，又很有效率的立刻把它带去兽医给兽医看，又很有效率的把它带去宠物展。结果一天之后，他就把它还回饲主了。哦，谢谢常常送的夏多内白鸠塔，夏多内白鸠塔。错过什么？不止天竺鼠，以前兔子，兔子倒是不没有意外，但是天竺鼠蛮意外的。可是现在的动物都宠物化了，那也不能吃吧？就是在宠物店会看到的都已经宠物化了。兔子现在在很多地方也就是都被吃，对，兔肉的部分。例如还有天竺鼠节，好难想象，就跟是不是也有？会吃飞鼠一样，我好难想象我吃鼠类。天竺鼠这么可爱，虽然它真的很大只，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天竺鼠，因为天竺鼠太大只。蛮喜欢之前妈妈朋友家的三线鼠，因为真的很小只，跟汤圆刚出生一样小只，刚出生没有吧，一两个月一样小只。明治时期有如何养兔子的书后半全食谱，是认真的吗？这也太不可以吃小动物吧？怎么可以吃兔兔？山产店只会卖山鼠、田鼠，山鼠又是什么？现在嫌弃现在的汤圆没有啦，它还是很可爱，它比天竺鼠小只，不过泰迪天竺鼠蛮可爱的。如果要养的话，应该是养泰迪天竺鼠那种。而且阿姨他们认养的那一只，原本认养的那一只是什么冠毛天竺鼠吗？就是它头顶这边是秃一块，很好笑。汤圆来你在计划吗？没有，汤圆很可爱。山鼠就是山里的老鼠，好难接受。他们养了一只玻璃鼠，那一只玻璃鼠好像也要，反正就是有点大只，好像比汤圆再大只一点。不要三倍汤圆，不行，它这么可爱，但是它现在又跑不见了。它自从换了新家之后，我就常找不到它。其实也不敢吃老鼠，我也不敢啊。
新家太大，搞失踪。对，他都躲在他的小空间里。难道这就是叛逆期的老鼠吗？哎，他换新家其实是为了躲我吧？怎么会？他可能不想看到我，怎么会？难过了。但他新家是真的很大，好羡慕啊！还有双层楼，好羡慕啊！进城了之后还会有叛逆期吗？搞不好有。当然，别吵我。好啦，那是他的习性，本来就该待在暗的地方，他只有偶尔会跑出来。我刚刚直播前其实他有出来跑一下，还要跑一下他的新滚轮。有人说过没有食物找不到老鼠，哎，真的，他特别喜欢吃瓜子，妈妈有买那种南瓜子，还有什么，反正就是各种植物的瓜子，他超爱，就扒着不放那种，比玉米还要爱。他以前很爱吃玉米，现在好像也是，但是瓜子超爱，他就是扒着不放。他喜欢的是我。也很喜欢吃瓜，突然想到那个一家前辈的歌，应该要 cover 一下吧。那不算 cover， 那是 challenge。他还在等我，跟他约吃饭拍可以吗？我们已经约好时间了，终于，那时候从六月说到现在。谢谢小雅送的红玫瑰。约好了，约好了，已经约好了。可以跟他一起拍，对啊，我要先练习一下，然后那一天见面去找他拍。直接跟本人拍。而且我们约在基隆，然后我妈妈一直强烈跟我推荐一家店，她说她觉得一家应该会喜欢。一起拍好，嘉轩要 cover 哦，嘉轩要 cover 吗？那苍苍要 cover 吗？苍苍跟嘉轩一起 cover。不要拖你下水。哎呀，为什么不 cover？ 自主他没有理由不 cover。推荐一家一间店，对啊，一家在那边很久的，也是类似咖啡店，但是他有卖正餐。妈妈推荐，我有去过。到时候就知道，一家在那边很久的一家店，一家在那边很久，真的很久哎，听说20年吗？不过那边好像可以看到海，如果说上二楼的话，诶，是二楼，三楼，二楼。一家开一间店，为什么要造谣？又在造谣，粉丝最喜欢造谣了。怎么办？我觉得喉咙快不行了。好像我们说金水门之后该拆掉，虽然有点远。Gek 一直都在造谣啊，你就是那个造谣最常造谣的那个人。鸟巢，对耶。哎，居然有人知道，好厉害哦！造谣不行吧？请说实话。一
地鸟巢，哎，很厉害哎。都实话实说。苍苍有吗？苍苍好像也有造谣的时候。餐点很好吃，我很久没去了，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去逛基隆，我跟基隆对超不熟的，就是像什么庙口啊那些我都不常去，我也会在兜风造谣，那至少听到的人看到的人不多嘛。该休息了，晚安晚安，请好好照顾好喉咙。燕子跟哪里熟？我基本上都不熟，因为我很少有那种就是真的可以逛逛的时候，不然就是想宅在家不出门。正常人当地人不会去逛附近的观光热点，确实是这么一回事，但就是庙口还是有几家蛮好吃的东西，但是我会在庙口迷路，都是爸爸妈妈带去的，出门也是路痴欸，我才上一秒才刚讲。台南也不会去市区人挤人排队，真的出门也是路痴。对，我只能大概认得出基隆的麦当劳在哪里，然后星巴克、路易莎在哪里，然后是庙口的话完全很不熟。对啊，桃园没光点，桃园不会啊，那个水族馆不就在桃园吗？我一直很想去那家水族馆，但已经说了至少一年多吧，已经想去至少可能两三年有。七堵八堵或暖暖会去吗？只有去掉直排轮的时候会去暖暖，其他的七堵八堵也有个地方一定要熟，就是烤肉的时候，烤肉一定要熟。然后小时候很多很多在基隆回忆都是小时候吧，例如像那时候那个广场，海洋广场还没改建的时候，就它会有，诶，现在还有吗？忘记，就是它会有一些那种尖尖的那种木板做。我小时候阿嬷都会带我去那边，然后我就会爬那个，然后滑下来。啊，不晓得这样做是不是可以的？好像有说不能攀爬是吗？可是小时候好像没有贴那个东西，反正就是小时候在那边玩的快乐。还有哪里？小时候都跟阿嬷出门。野孩子没有，是不是我爬完之后才贴的？没有，那也是等到我国高中的时候，国中吧，国中。哎，刚汤圆有出来一下，他又不见了。哦，突然发现镜头贴好紧，有可能有人爬了受伤，有可能。因为可能被钉子或者是木头敲起来刮到之类，但我也不晓得。现在好像还有，但是不多了。买小时候的大饼，结果好小一个，但是才知道是大饼。小时候什么？汤圆出来，燕子怎么在快逃？没有。听起来很痛钉子，我不知道啦，应该是没有发生过吧，可能就只是把它拆了而已，感觉好像有变少，但不知道是不是我错觉。阿恒慕名而来，还有什么？我小时候，哎呀，我想想看，大概一两岁的时候吧，那时候还跟阿嬷住在一起，然后。会讲然后，烦死了。但这个然后感觉是正常的接法，所以还好。我们继续讲，就是小时候会常常在厨房帮忙吗？还是什么？厨房帮忙？我想想，我反而小时候进厨房的次数可能比较多。印象最深的应该是
就是面疙瘩，煮面疙瘩，跟阿妈一起煮面疙瘩，然后炸地瓜，炸年糕。阿妈家的厨房还好，没有，我只是去帮忙，好吗？就是阿妈在旁，就是阿妈主要是阿妈在煮，然后我就帮忙，可能加面粉啊，倒汽水之类的，很好玩。他人他来了，他在喝水。嗨，嘿嘿，抓到了！哎呦，怎么会阿妈怕死？阿妈在，阿妈带我动手做。出来就被带跑，嗯，好可爱哟。嗯，好可爱啊！没有乱讲，是造谣，没关系，你们就继续造谣。他这么可爱，咦、嗯？他说：“我只是出来喝水而已。”突然肚子饿。阿姨家的龙猫也有很多名字，有一只叫面面，还有一只叫什么霸王吗？好像是，真的，它那一只真的叫面面，好像有人叫面线，但表妹都喜欢乱取，结果到后面就变面面了，真的。谢谢 MIU， 这种年谬送的好多水晶四叶草。开吧。小时候，那个面疙瘩很好吃诶。对，好久没做面疙瘩，好像有做过，还要做过什么？不知道。小时候，对啊，是面线变的，面疙瘩超好吃。面疙瘩超好吃。怎么有人在刷？那个是什么？那个是可以点然后就留言的吗？那怎么改？好久没吃面疙瘩，面疙瘩真的很好吃。还有什么炸地瓜也很好吃，炸年糕也很好吃，炸汤圆呢？那它真的变很大只。他小时候只有他现在的一半身材，好凄惨，是怎么了？给你们看他屁股，他尾巴很可爱，而且我跟你们说，他真的很喜欢他自己的家。每次把它放出来之后，它就会想尽办法爬回去。冻宝贝，我说炸汤圆是那个冷冻里面的那个汤圆。谢谢苍苍送的小暖阳。他接下来就想动吗？不是，不是。谢谢苍苍送的比心。谢谢
又送的好多水晶仙草，快速冷冻，然后飞机运送什么啦？嘿嘿，中午好，可爱。他在手上就是永远都这么躁动。希望这不是你们最后一次看到他，当然不会，还有很多次。越来越圆，真的，这颗太阳很大，给一层，哎，不行，不能吃它，这么可爱。这个我也觉得它看起来很像在逃跑，不知道为什么。好可爱呀。从炸汤圆变炸人烧了，这大小已经快要是大福了。需要一点花生粉，木屑可以吗？木屑充当花生粉。真的想炸它？没有。不会今天热过吧？怎么可能？再大只的仓鼠你都看过？米娜前辈吗？好，快跑！嘿嘿嘿。而且我弟真的超怕汤圆，他昨天，妈妈昨天把汤圆放在他腿上，他直接吓到花容失色。花容失色的尖叫，有果农可以跑吗？有欸，他的果农现在升级了，超级大，直径是原本直径的两倍，真的是花容失色，那是妈妈欺负弟弟，那也不是我，我没有把他放到他腿上，因为我觉得汤圆会有生命危险。真的是非常紧张，它也变成原本的两倍，真的，难怪，超怕欸，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么怕，它明明自己也属老鼠，好可爱。来看看，他就真的非常想进他的窝。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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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非常，他有非常强烈的渴望想进去他的窝。不能接受汤圆放身上，除非放嘴巴，不行。好了，把你放回去。跟大家 say goodbye，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好，把它放回去。哦，它一直想逃跑，等一下，不行。
进去吧。好可爱哦。好了，他现在回他的窝了。这个窝怎么搭？这么宽？这么宽？这么宽？放冰箱？才不是嘞！喝水。超大的窝，里面感觉在住一只老鼠，不是吗？这是它原本窝的两倍多，已经不是两倍。什么水滚了？没有，好想跟汤圆住一起。真的哦，你要跟他一样变仓鼠，仓仓变仓鼠，看不到汤圆了。我手会把汤圆带去，好像有点困难，不太行。我们怀念汤圆。可以看天机一样是动物，是燕子，苍苍也是属老鼠，真的吗？还真不是，哎，对，如果属老鼠的话，会差很多。不管唱到属什么，我只知道我属于你。哦，好，好，这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还是我可以下次直接 pass 掉。什么？那你该怎么办？什么东西？哪里来？哪样？什么跟什么？小敷衍，小敷衍，我选择小敷衍，对，小敷衍，小敷衍是什么？我记得之前在 Reels 看到有人用手比出像小敷一样，超好笑。有人看过那个吗？幸好笑笑先讲，不然就你被敷衍了。没关系，大家都习惯了，是吧？不然其他成员会有什么样的回应呢？很像什么？小钢眼是什么？谢谢俊生送的生火跟红玫瑰，圣火跟红玫瑰。其他成员什么？你要跟燕子说？就各种敷衍，对嘛？大家都是敷衍啊。对嘛？不然要是怎么样？就只能敷衍啊，不是吗？发现阿弟最好聊，他会害羞的一直笑，啊！我没有办法哎，你可能会得到白眼一个，还是我憋出心才接纳一下？怎么可能呢？什么是小刚啊 ？Kevin 同学有没有个粉丝很像小刚？什么是小刚？有没有可能那个害羞笑只是一种敷衍方式？一种表情各自解读，还是去跟晨晨说看看，他
他应该不会敷衍你，他会说什么？你应该跟成人说过这种话吧？神奇宝贝，我没有看神奇宝贝呢，那不是我的童年。你很少有他，那为什么就有我？为什么？为什么？都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也很少吗？但是感觉这样听起来，感觉晨晨的频率又更少了。为什么？怎么可以？还是，其实你就是想要我敷衍你这样。不然照理来讲的话，你在他那边可能比较不会受伤，你在我这边比较容易受伤，因为我真的会吐槽你。我只是受红豆有很深的误解，以为你很会讲土味情话，你是只会好吗？没有，你很会，像你一样真诚说话不好吗？洛克感觉是非常晕的状态，超晕意林的，而且你没有有我，你是说真心吗？没有没有，你有时候在豆粉讲的就有点多了，真的有点多了，倒是不会受伤，因为你知道你是真心诚意的，真心诚意吗？但有时候也挺有的，啊，砸沙头来啦！清醒的只剩你，早安宝，你刚睡醒吗？刚刚有人猜你下午四点起床，清醒的只剩你了 ，Gek 一点都不清醒，而且 Gek 很容易睡着，一点都不清醒。这是你刚醒，哎，真的哎，好扯哦。清醒的真的只有你，你没有，你没有，你也不清醒。物理不清晰，常常一点都不清晰。刚刚一直说我什么？张少彤在清醒，他刚睡醒，一点都才在聊少彤，现在才醒。对啊，一点多的时候我们就有提到你哦，你看我多爱你。才四点，哎，好准哦，好扯哦。你也只好帮你跟少彤澄清，你没有很会讲土味情话。无料赌徒是很会讲土味情话，他不是很会讲土味情话，他是很会。没有，但是我觉得你是很会讲土味情话。他自己刚刚说他很会讲土味情话，这是 Gek 自己讲的，他在造谣。Gek 说，刚刚 Gek 说，那个他觉得少彤是神经病，然后挂号是称赞意思。你说神经病是称赞意思吗？一点都不是吧？你是神经病，那是 Gek 说的，不是我说的。然后现在二人先告状，超过分的。燕子说童姐们朋友，那也明明都你们说的。哈哈，素质真差，笑死！童姐，你姓燕仔，信我？你看啊，你姓 Gek 还是信我？我们现在在等，那绝对是信我，你看吧。拜托大家帮我澄清一下好不好？谁有那种截图啊？拜托，真的必须。那个 Gek 说张浩龙是神经病，然后称赞意思，挂号称赞，素质真差点点点，你们才素质真差嘞，一堆在造谣的，真的是夸张了，真的素质真差。还好你真诚，这时候又打这个针，就是有点，有待商榷，不知道该说什么，唉，还好我够，还好我，
还好我内心坚强，只剩你专情。Gek 有吗 ？Gek 不是 ，Gek 其实是不知道欸，算专情吗？这样算专情吗？好像也不算。相信燕子，即使燕子讲的是谎话，我没有说过谎话。可怕的键盘 ，Gek 喜欢你，你超级算吧？算吗？不知道欸。战修的时候听到了一句最爱彤彤之后就不确定了。张少彤老专情了，这也不确定欸，因为就连我自己也不觉得自己是专情。彤姐加太一人前辈了。老师确实哈哈，直接挑字打，挑字看，你没有加推，他看到那个秃头狗，每次那个那天跟少彤在逛唐吉诃德，看到大耳狗，是大耳狗吗？不对，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狗？那个叫。我忘记了，不是大狗，那只狗叫什么？反正就是，他就说，他真的没有头发，没有看到童姐那惊恐的表情，真的很想看耶。但我觉得，哦，帕恰狗，对，不是史努比啦，帕恰狗。然后张少彤就说那只是秃头狗。易云会生气，易云前辈会生气，晚点请婷瑞发出来，拜托了。我想看张浩彤惊恐的表情，但我觉得我应该想象得到。秃头狗素质侦查，易云你才秃头，真的很经典。好啊，那你们要给我看呢、啊？Gek 是阻止那场意外的最佳工程。怎么说？可以不要吗？居然不要？为什么？我想看惊恐的表情。场上很多人在丑照，你们是黑粉吧？拍什么丑照啊？为什么要拍的？可以不要吗？我想到张少彤的语气，可以不要吗？那朋友参加去，他接住你朋友，是你朋友还是你？Gek 拦住苍苍的腰，哈哈。Gek 拦住苍苍的腰，一个对视，一见倾心，好好笑。不要自己猜故事，好像有点浪漫。杨志林的对视比较多，那个对视，那个眼神竟有了一丝暧昧，这好像什么网络小说剧情，竟有了一丝暧昧。哪里怪怪的？要知道，
那就抛同情的表情罢了。这是一种报复吗？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来看这两个人吵架，置板凳，置板凳。然后 Gek 跟苍苍就，是被浪者比吗？不是，不是你自己吗？超好笑。这是难看的吗？眼里竟有一丝暧昧，然后呢？还是不要继续讲下去好了。Oh my god， 三个小时了，那我们再等四分钟，我们就来念吧。还今天不是六小时吗？谁在又在造谣？你看 Gek 又在造谣，真的又在造谣。不是要带你吃火锅吗？这个又在造谣。常常请了多久就知道我播了多久，我就说了三个小时。九蛋才刚来吗？没有，我看九蛋在很久了。林德，我也看你在很久了。现在可以念榜念留言，给你们四分钟。然后苍苍就很感动，然后苍苍就很害羞，跟哥哥说了谢谢。啊，少彤刚来，没关系，我们最近很常见面，我们可以不用相隔两地。不是说还要跟依林接力吗？又在造谣。对，爱你，对吧？我们最近已经那么常见面了。见面，尤其依林跟少彤见面的频率真的是频繁到依林觉得每天都有少彤的声音在耳边环绕。什么是香格里拉？谢谢夏夏送的红玫瑰，我们几乎天天见，对啊，已经快要天天见了。羡慕吧，嘻嘻。耳朵都受伤了，没有，我的耳朵还好好的。我的耳朵还非常的健康。故事怎么越来越多？不然我们来编一个常常跟 Gek 的后续好了。哎呀，四分钟了，我来念榜哦。你可以继续说。我想一想，下次三期直播来讲。那天是跟肉盘一样，自己爆料，赶快再多写一点故事。我们来想故事。等一下，我自己想想都觉得荒谬。你们现在已经练到最后自主练，自己觉得练好几趴，这个我自己心里有底。那我要先搞清楚你们的关系图，你们的关系图真的很复杂欸，因为人数有点多。我来找找。贵圈真乱。哇，又多了一个洛克。
还有谁啊？你总觉得好像还有啊，很多啦，很多。我们来，我跟我跟少彤来好好理一理。洛克那天吃饭，坐你对面的对视啊，好乱哦。所以是 Gek 跟长长，然后 Gek 在跟肉排，然后长长在跟洛克，还有什么 Gek 跟阿奇吗？还有什么？还有 Gek 跟家居，哦，天哪，这个关系。太复杂了。洛克有跟 Sam， 还有你跟安安，没有这，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家居可能是你初恋。还有你跟晨晨，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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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更可爱，你在造谣？什么还挂号一个真的是什么？那是Sam一厢情愿。太凶了吗？继续造谣啊！大家都来造谣，我也会造谣啊。洛克好渣，吃干妈金牌奖，还有熊熊跟夏的都是他的，哇，这是什么后宫佳丽三千人吗？洛克就少一件女装，欢迎那个男团，不是那个女团，这到底是男团还是女团？什么时候出来我就问。后宫佳丽，谢谢 Leo 送的千纸鹤，根本没人在期待那个，没有，我们三期很期待哦。有人说我喜欢，有人在澄清一下，这不是谣言。好，已经超过四分钟了，我们现在来念榜吧。我来看看，第十名是欧比王，九是果酱家，八是俊生，七是用户名不能是空白，六是维，五是博成，四是 Leo， 三是浪客，二是 Gek， 一是苍苍。怎么又你才刚来？来看看。浪客说：“燕子加油，你最棒，谢谢。”哎，对吼，是前五哎，那我来看看。哦哟，博成没有改，好吧，没关系。利友也没有写，苍苍还特别请假了，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好 ，Gek 直播辛苦啦，去看医生，点点点，别人加油会进步的，大概欠个十首歌吧，请准备。十首太多了，真的不行。我的喉咙这个样子，你忍心吗？大家还不习惯，我们执行的第二次。我甚至是我刚刚说才想起来这个环节，没关系，我们继续，总有一天大家都会知道的。别说先欠着吗？欠太多了吧？十首歌是怎样？十首歌又可以唱个一个小时哎、欸！刚来的表示迟到拖下去的。好，
直播辛苦了，希望我喉咙赶快恢复，然后很开心我可以越来越愿意跟你们分享很多事情，真的长大你很棒，看来请家里来看直播是对的，爱你，念五周年加油，成全，成全，现在唱吗？你忍心吗？我的喉咙会，下次一定，好诶，下次一定，喉咙到那个样子，那唱一首星星闭嘴就好，喊口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一天会被你录到三首，欠三次直播，差不多就十首，没有这样，没有这回事。Dolphin 开播前可以提醒有这个环节哦。Dolphin 提醒吗？好啊，听起来很有说服力吧？一点都没有。等喉咙好一点再唱 ，OK 的，没有问题。大家辛苦了，拜拜。